他。谁啊？脸疼不？疼，我早就该想到了。能称得上美人的名号，能有几个？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开始上课。点名，我不都跟你说过，他的每节课都非常满，根本没必要点名的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就是这个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哇！小毛他们怎么跟打鸡血似的？一年一度的抽取福利，大家当然兴奋了。去年上过同一堂课的同学也过来了吗？我为什么同一样的课今年还要再上一次？来挑战啊！去年不行，今年一定要打开。什么意思呀？中式榫卯广泛运用于传统古代建筑中的梁柱兜拱等，古代工匠手艺的高低通过榫卯结构也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来。我手上这个机关盒就是运用了榫卯结构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上来挑战一下，和去年一样，能够挑战成功的人，我可以满足他一个要求。考试可以加分吗？能加我微信吗？加微信哪够啊，起码私下辅导吧。真会做梦，那我要一对一，我要专属福利。季老师好帅啊！你给我坐下。今年这个盒子估计更复杂了，这些女生肯定得等明年了。怎么办？我这一喜欢就爱画透视肌肉图的毛病。你别瞅了，画画。老师，我只是在做笔记。这么说，你上课内容都记清楚了？哦，下课吧。我为什么不想下课？一会儿跟我来趟办公室。啊？随堂抽抽，带上你的笔记本。恭喜你啊，有史以来留堂第一人，你才来一天就占尽了全校生的福利。闭嘴。好，大家可以过来挑战了。季教授，沈主任喊你过去一趟。我知道了。给我看，给我看。在这等我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让你等着。